当时我俩在一起的时候，也是，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不同意，我妈就一句话说：“你瞅你找的对象还没操那大呢，你俩能般配吗？”哎，我现在庆幸了，这要真找个像老师的那，我也抱不动了。也是，嗯。现在我知道你们俩其实还是情侣，还没结婚呢，哈。啊，没结婚呀？没结婚。你们觉得现在就是如果要结婚的话，有没有什么你们的这个条件呀什么的还没有达到你们的愿望的？他的要求老高了。啥说说。因为他是那个处女座嘛，事事要求完美啊。我是这么想的。哎呀，这孩子心怎么这么大呢？